咁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漫畫叫做《道中兵團》啊？咁我哋不如揾翻新加坡嘅代表先啦，二 R。你講你係家姐阿妹先啦。我係家姐 Rochelle。不如你 Google 嗰個名叫 Rochelle。我係家姐 Rochelle。我係家姐 Rochelle。新加坡嘅代表完畢啦，咁而家我哋要響起一個音樂啦。凭自我眼看似闯出一生志哦OK 你冇死啊广告嗰个头发就是他们叫我拍的时候我是拒绝的因为你不可能叫我拍，我马上拍嘛。我要试一试。好了，我知道。你拍完照，你加很多特技。你的头发很亮，很动摇。结果出来，观众一定会骂我，根本就没有剪头发。后来我知道他们是用中药的。我试过。我很舒服。起码我现在还在用，你看，你为什么变了？我吃鸡啊！帮帮帮我砍几鸡啊！帮帮我砍几鸡！帮帮我！唔好再咁样走咗佢。啊！行得未啊？崩崩佢！我等啊！用啊！来啦来啦来啦帮帮